我想黄埔文化的研究啊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对促进啊中日文化和中日民间的友好交流啊，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啊，应该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。将来呢，随着我们黄埔文化研究啊的深入，以及跟日本方面共同的研究、共同的这个交往的增多，我相信对将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啊，应该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